王府连轩一个星期了都没来哄我。难道这次真的是我做的太过分了？王府连轩，你到底懂不懂什么是怜香惜玉啊？在我眼里，女人和男人没有区别。你，你是说你被蛇咬了？对。总之，接下来我不能陪你一起赶路了。野外的蛇大多有毒，伤口在哪儿？我帮你处理。伤口在……太尴尬了，这时候来大姨妈。哎呀，没事，我都已经处理好了。你要将伤口处的血液吸出。啊，不要！能不能把包给我呀？里面有药。你都这个时候还想着给我解药？对对对，快给我吧。眼下你还担心我，想必你比我深知天下任何毒都一定有解药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带你出去的。你我也有契约在身。我不要废话，接下来白天我背你赶路，晚上你就等着我狩猎。谢谢你的温柔。你就不能把包给……里面有我的止痛药。大直男，爱谁谁。